你看一下这个，这可以吗？在这签字就行，没问题。这里是行人动态报警，你们过来看一眼。咱们冻结的永嘉账户没什么变化，但是他们新建了一个账户，刚刚转了一笔钱进来。376万，刚刚到这一分钟。马上冻结。哎，这钱怎么闪了一下就没了？这是跟咱们玩生死时速呢吧？哎不，转到陆吉安的个人账户下了。有的钱还欠债不还，天理难容。大家准备一下，去永嘉。走。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想限制人身自由吗？你先别着急出门了，我们掌握了最新的证据，永嘉地产的账户上刚刚进过一笔钱。啊，对呀，可现在钱没了，你们来晚了，以后啊赶早啊。来，让一下。这也太嚣张了吧！今天无论如何要让他把钱给我吐出来，追！是是。啊，谢谢。我刚从郑教授那儿听到了一个关于左琳的消息，要听吗？说吧。他今天带人去永嘉地产执行了。这不算新闻，他去不止一次了。后面发生的事情可就吓人了。陆吉安威胁他说想要跳河，没想到左琳就真的拉着他跳下去了。左琳拉着陆吉安跳河，陆吉安吓傻了，把刚收到的那笔钱交了出来。左琳呢？还有没事儿？没事。我估计他做出这种傻事，可能是因为刚刚失去了你。我在他心里没那么高的位置。哎，做法官，我有两位南下区的法院同志找你有事。总法官来了。二位好。我是左琳。周二哥好，我们是南区法院执行局的，我是沈晨，这位是周思敏。啊，请坐请坐。今天二位来是？
左法官，我们就开门见山了。您父亲左如风因为发表不当言论，被他人起诉侵犯名誉权。上个月呢，法院判决下来了，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元，赔礼道歉。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他一直没有履行。现在案子分到我们这里来。啊，真是糟心算是凑到一块了。你看着我干嘛呀？有话就说呗。爸，前段时间你是不是被告了？嗯。今天人家南区基层法院的人来找我了，希望您能配合执行。怎么着，嫌我给你丢人了？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啊！哎呀，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不行吗？吃饭。我能不管吗？我再不管，人家法院就直接上门来执行了。上门执行我也不怕呀，上门我不开门，我不在家，我出去串亲戚去了。要找到我，我有钱我也不给他。爸，咱们做错，咱们就得认，咱们就得给人家赔偿。这事儿就算他活该，哼，还找我算账啊？说我侵害他名誉，我还说他诽谤呢。现在判决都下来了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哦，我实话实说，这叫侵害名誉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见着他，我指着鼻子尖骂。你们法院就是颠倒是非，爸，你讲不讲理啊？全世界都错了，只有你对是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你长大了是不是？我管不了你了。你管得了我，但您管得了法院，管得了法律吗？你出门跟别人吵，回家跟女儿还吵，你有完没完呢？你也是。死丫头，你也少说两句吧，不就1000块钱吗？你去把钱给人家不就得了吗？敢！谁要给这1000块钱，谁就滚出这家门。我给人家，人家还不要呢。人家现在不只是要钱，还要你当面道歉。什么？让我给他赔礼道歉？等我死了吧，我变成鬼到他床头给他道歉去。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？哎呀，行了，死丫头，你也少说两句吧，啊！行了，今天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，那就坏事凑成对儿，一块儿说了吧。我和张思鹏分手了。什么？分手了？就在昨天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是你养的好闺女啊。这么好的孩子，这么懂事的孩子，就让他给踹了。对，就是我把他给踹了。我就是不要这种渣男。什么什么渣男？就是渣男，就是垃圾。对思鹏这么好的孩子，你都能够这样，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有你这样的孩子，我都少活20年。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？好端端的一个家，这一下全乱套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就像你这么折腾，将你这赖在家里嫁不出去，我可不养你。哼！丫头，到底是怎么了啊？好端端的怎么就分了？你跟妈好好说说啊！分了就是分了。你爸的脾气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妈，这段时间我想出去住，一个人静一静。好吧，
就随着你的意思做吧。啊。志伟，嗯，你倒是跟我说说，我跟左琳比到底差哪儿了？哪儿都不差，比她聪明，比她漂亮，还比她女人。那为什么郑淮山愿意为了她做一些违背她自己人格的事儿，却连碰我一下都不愿意？哎，那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啊，对，王八看绿豆，对上眼了。你能不能有点好话？哎，姐，你说这些年追你的人比郑淮山强的也大有人在，你干嘛非跟他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？因为他们都不叫郑淮山啊。那改天我找个人把他身份证名字改成郑淮山，我看你是不是也往他身上生扑？烦人你！不过说真的，姐，我觉得这个郑淮山很有心机，咱啊还是趁早别跟着他干了，另起炉灶得了。我说真的呢，即使他负我，我也绝对不会负了他。我看你是病了，得治。我乐意。不行，今天晚上天天都不行，你哪天能？谁有空帮我收拾一下？我也可以。哦，谢谢。我去洗个脸。什么情况？睡这儿了？这怎么了？那按你这经验，这算什么呀？看起来应该是跟家里头或者男朋友闹矛盾了。不会是挨欺负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挨欺负，嗯，他，净他欺负别人了，你什么时候见他挨过欺负？左法官，早点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那个左法官，我这。左法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哦，就是我未婚夫跟别人跑了，然后跟我爸吵了一架，被赶出来了。一川，哎，我是不是把你早饭吃了？哦，没事儿，吃吧，多吃点，你比我重要，吃吧啊。嗯。左琳那边怎么样了？情况他都知道了，现在从家里搬出来了，看来是真的伤到他了。
副政，你们可以下班了。左法官，你晚上吃什么呀？我没想好呢。那我跟你一起吧，反正我也一个人。不用了。啊。要不这样，大家晚上都在我家吃，一块热闹热闹。嗯。好啊，我来做饭。哎，左法官，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太麻烦了吧。啊，那这样吧，给你点外卖吃。你把电话给我就行了。啊，不，我有电话，等会儿。你们是在同情我吗？对。其实也不算同情，同事嘛。我是挺惨的。哎呀，这有什么惨不惨的呀？都是自己人，大大方方说说，怎么了呀？逗。你们下班吧。喂，郑老师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外卖电话找到了，你要吃什么？不用了，我有地方吃饭了。啊，这个郑老师请吃饭。嗯。啊，行，那他们饭局了，多吃点啊。郑老师，我们先走了。脸色这么差，发生这种事儿，老师让你见笑了。心疼你了。老师以前不是说过吗？所有的苦难灾难，都是财富。左琳，嗯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是想帮张思鹏一把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他和我的职员。老师，你不用说对不起。不是你的错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也得真诚地跟你说声抱歉。他如果不来我的公司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情，该发生的早晚都会发生。那婚前发生，总比婚后发生好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种事情是不可原谅的。我决定了，将张子鹏赶出公司。还是不要了，老师。虽然我和他已经分手了，但我不希望他没了未婚妻，再没了工作。你真是个大气的女孩子。这个燕南要是有你的三分，就早成气候了。老师，我们能不能吃东西了？对，来，赶紧点，多点，想吃什么点什么啊！什么贵吃什么。哎，这儿的牛排不错，嗯，你再补一补。
左法官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专门来找你的。有什么事儿这么晚？我是想，要不然你跟我一起搬到我租的公寓一块儿住吧。啊，这……我的意思是，这样咱们互相之间也有个照应。你总不能老睡办公室吧？你这么大晚上的跑来关心我？那作为你的同事跟书记员，我关心你一下也不行啊？真的？真的。不麻烦您吗？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反正我自己住也挺孤单的，这样以后上下班还有个伴儿。那好，那走吧。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，我帮你收拾。走吧。我不用不用，左法官，你来了。哎，你吃点汤圆，我给你做的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你手艺真好。我外边买的，就是热了热。小爱，嗯，你以后别叫我左法官，左法官的，你叫我左琳吧。哦，好。哦，对了，左法官，左姐，我叫你左姐吧。那个，你真跟你男朋友分手了？这种事儿没人会开玩笑。不是，好好的，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是怎么发现的呀？他被人家拍了艳照发给我了。验证，这还能有这种事儿啊？不是不是，那你爸就是因为这事儿给你赶出来的？那你这不是你的错呀？哎，还有其他原因，小爱不说了行吗？那你恨他吗？你说呢？恨，要跟我恨死他！我现在恨不得我，算了。我只是接受不了这种分手的方式。啊，那你打算怎么对他呀？不知道。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可怕的念头，但愿不要把藏在心里的魔鬼放出来。荣达投资这个月的资金报表，老师您过目一下。放桌上吧。你这两天见到左琳了吗？见了。我想知道左琳对张思鹏这件事的态度。怎么一提左琳就那么伤心啊？但是操心都没在点上。左琳她现在的状态对你很危险。
念南，你能不能关心点正事儿？什么是正事儿？我为了你各种流氓下作的事儿都做了，这些事儿算不算正事儿？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，但我不希望你把个人的情感带到工作中来，不希望你为情所困，这样成就不了你，也成就不了名山系。您这是在逃避。每当我提醒左琳，你总是扯到我头上。现在你的想法经常让我无所适从，你教教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佛家讲，放过自己，放过自己，才能放过别人。老师，你不信佛的。是你需要。谢谢您的心灵鸡汤。那我先走了。我查到了永嘉地产和七三和公司的账目往来，永嘉地产并没有欠七三和公司任何的工程款，而且还有大量不明的资金打入了七三和的公司账户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呢，就是账目往来的复印件。哎，邹法官，我认为于春说的有道理啊，您看一眼。毫无疑问，永嘉地产跟齐三河的建筑公司都属于名山系。小艾，哎，把这个交给申请执行人，作为异议抗诉的证据。啊，好的。永嘉地产的资产评估到什么程度了？报告还没出来，不过我警告过他们两次。我调查了天平事务所的会议纪要，刘所长给他的手下提的两个要求：第一，拖延时间；第二，提高评估价。这个就是调查笔记。这公司的会议记录，你怎么查到的？那你甭管，我有我的办法。但是我敢保证，这是真的。他们这是合起伙来玩我们呢。永嘉我动不了，一个小小的所长我还动不了吗？马上和院里申请，以妨碍司法的理由，拘留他。天平律师事务所的所长给抓了。何市长已经跟中院的老赵打过招呼了，左琳怎么还会抓人？看来这个老赵是没把何市长放在眼里啊。左琳，你把天平会计事务所的刘所长给抓了？是啊。人在哪儿呢？法警押送到拘留所的路上吧。上级领导刚刚过问了永嘉的事情，你现在就把这刘所长给抓了，你让赵院长在市领导面前很被动，知不知道？这抓人不是领导批准的吗？左琳，你懂点事儿好不好？你按照程序申请抓人，
领导能不批吗？你就不能替领导多担待一点吗？现在家属已经给市领导打电话了，说这个刘所长有心脏病，不能被关进去。那局里是什么意思？你看你又来这套，你还想让我跟周局跟着你背黑锅呀？你自己看着办。刚抓的人，这就有动作了，反应可真快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停车，停车。三啊，你马上打车回局里向卫局报告，我们去拘留所看看刘所长到底有什么病情。哦，那好吧。慢点啊。嗯。我估计这刘所长啊，哼，左法官。啊？喂，左法官。刘所长在哪儿？他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？刚刚移交拘留所，体检也做了，没问题。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呢？啊，我跟林杰啊，刚从拘留所出来。这样吧，你们晚上回去，我要对刘所长进行远程询问。林杰作为书记员做记录，一定要从他嘴里掏出东西来。明白。左法官怎么讲？左法官要马上对刘所长进行远程询问，你做记录。走。好。这个左林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就说要去拘留所看看刘所长的心脏病怎么样了，让我回来跟您汇报一下。看刘所长的心脏病？啊，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恐怕没这么简单吧？没什么问题吧？这事儿左林一定有问题。那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。嗯，不，现在这个时候你突然冒出来问这个事儿，太敏感了，对你不利。啊，知道为什么拘留你吗？知道，消极怠工，没有按照法院的要求完成工作。你还挺会把自己的罪行往轻里说呀。你串通当事人，妨碍执行公务，你知道后果吗？尹警官，说给他听。是，如果你的行为构成犯罪，最高可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，你的事务所将被永久吊销评估资格，而你的儿子将有一个罪犯父亲。我就是个小老百姓，谁都惹不起，求你们饶了我吧。你知道自己老百姓，你还淌这浑水，被人家当枪使，现在还要背黑锅。永嘉地产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，让你在法官面前都不敢说真话？如果你想从宽处理的话，就把所有的事实都给我讲清楚。你拿了什么好处？我还是有人威胁你。如果你等人来救你的话呢，就死了这条心吧。
我们能抓你，就不会放你出去。但如果你怕有人威胁你，你完全不用这么担心。如果有任何人胆敢对你做任何举动，就是刑事犯罪。你说吧，如果你如实交代呢，我们可以从轻处罚，还可以提早释放。先给了我20000，事成之后再付20000。这是他们强迫我收的，如果不答应，他们就报复我老婆和孩子，我完全是被逼迫的。谁强迫你？谁指使你？是不是陆建？不是永嘉地产的人。那是谁？快说。是百川集团的。来了两个，一个不认识，一个姓张，是百川集团的投资总监。张什么？张思鹏。对，张思鹏。